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highest merit is to spread the Dharma,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r Lu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Formosa, 葡萄牙文美丽之岛，位于环太平洋海线的西北角。因为地层板块运动不断地在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大约18400多种野生生物，住伫这个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濒临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艳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的水墙，甲精雕又刻的寺庙，受到因深深的感动。甲对内在天高地湿，以及开悟心地渴望，亲爱的上师，自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道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远见。2007年初，亲爱的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地的渴望，参加青年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和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今年旧历新年。今麦邀请您聆听青海无常书，令人开悟的精彩开始。布施法是上关的功德。1989年2月24日，讲在福尔摩沙中立。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那么师父教啊，也是跟别的宗教一样，师父就不分别佛教和别的宗教，因为师父感觉到我们已经心呢，白心已经分散太多了，不要再分散了，大家合起来工作比较有力量。你们也是很好，最好的佛教徒呢。我们如果任何人了解这个万物同一体那个道理的话，都是最好的佛教徒。信仰不信仰，主要他们善良啊，做好事，帮助别人，不伤害众生，就是佛教徒了。我们的宗教的目的都是叫大家和平嘛，做善事，有什么就布施什么，给世界都平等，分享那个世界的财产和愉快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任何的宗教的团体都有一样的理想，哎，大家同意吗？是。然后还有一个理想，就是避免坏事，都劝人家改善，如果做坏事的人，我们赶快叫他改过来。所以任何宗教都一样一样的理想。所以有的时候世文惊讶，为什么在那里小家，为什么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朋友，反而变朋友成
敌人，就是我们的盲目的那个概念，不是我们教主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教主看到我们在这里小家，他们会痛心，会不会？随师父去哪里都鼓励大家，不应该改变我们的宗教，你就做好我们的宗教的教徒，就可以帮助社会国家了。或是我们即使没有什么信仰啊，我们做善事，不做坏事，忠君爱国，孝顺，对朋友好，对隔壁好，就够用了。上帝也会承认我们的那个国位。谢谢。以前我来台湾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因为跟师父刚讲的一样，刚来台湾我没有多少钱啊，然后就赶快来那个中国佛教会那里跟他们联络，因为我是佛教嘛，出家的佛教那个尼姑嘛，问他们说我要来受戒的，哎呀，他们非常欢迎，非常高兴，看那个外国人又跑那么远来受戒，他们好疼爱我，好保护，照顾很周到，什么都照顾，什么都帮忙，能帮忙什么他们就帮忙什么。所以第一个印象在台湾就是，哎呀，台湾的佛教会非常善良，非常尽责任，非常好客。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碰到佛教和尚呢，还就碰到在那个中国佛教会那里做那些行政的工作的小姐啊，和那个劳伯啊、老工匠而已，他们对我那么非常好了。所以以后为了这个恩惠，我会再来教他们英文。好，他们那些小姐接受师父到那个一个讲堂去，在那个法师那里啊，我住在那边，我那同胞嘛，然后住那里，他们也对我非常非常爱护，非常好。就是我去受戒两个月而已，他也舍不得让我走，所以这个感情啊，到现在啊，师父还是放在心上。这个是有讲简单而已哈，然后。就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我修观音法门了，我每天小弟啊洗着手这样子而已啊，很和平啊，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碰到另外一个英国了，就跟法师认识了，他就要我去美国跟他做一些弘法的事情，然后跟他学，我说 OK 啊，我很感谢啊。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护照在台湾也是满了，没办法再弄了，弄不简单了，所以我也很感谢法师，叫我去我就马上去了。出家人呢、有哪个地方执着呢？越南法师、中国法师都一样啊。我还有机会学到他们的那个智慧啊，学到他们的那个佛教的不同的法门啊，这个很好啊，很好啊，就马上去了。去了住那里一年，他也对我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好不可言呢、没办法形容。那我就护教也是没办法留了，那法师啊舍不得我，匆忙啊去找很多律师啊帮我忙啊，然后送我到很多那个法院啊，弄那么多那个材料啊，写好多好多保证啊什么东西啊，也没有结果，佛菩萨要我走了，就是这样子。不过他还要我答应再来三个月然后再走的，就表示说他对师父感情很好，他才喜欢留啊。你一个老板，你不喜欢你的工人，要不要他留啊？赶了来不及了，是不是？然后好了就没事了。再去美国的时候也有去再来看他一看，也是因为他叫我来我才来的，因为我住在美国的那个最后了以后就忽然变成出名了，也不是我的错呢，他们那些美国的修行的人啊，不晓得他们怎么看的，不晓得我住那里，不过一直问到那里去，他们的内在的什么
体验了，一次问到我的寺庙那里就住在那边，然后就哇我就来，你就是我要求的那个老师。我说奇怪，你是不是弄错了，就是法师是在这里的，不过他现在还不在了，应该等两个月他才回来。他说 no 好、哦、你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传什么法门呢、啊，我没有，我在这里扫地。那你们知道那个人又来台湾，也不是他一个人，有好多好多个美国人，好多个都来找我，就开始闻到东西了，出名了，没办法就走了。走了以后我还是来美国了，以后还是去看他，因为他叫我来看他一眼，我也是来了来看。然后我回去台湾了以后还要下去看法师供养他，还要去佛教会那里跟他们打招呼，每次回来都买东西供养了那个佛教会人员那里，因为我们关系好好啊，新的感情还是挂在那里，恩惠还是很深厚。刚刚师父说了，每一个宗教都叫一样的，你叫人行善做好事啊，帮忙国家帮忙社会，师父总来也是叫一样吧，有没有？是。然后有的法师就叫人一二三四，有没有呼吸那个法门嘛，一二三四五六到十，然后就这样，就你是一直念这样你就会入定。诶，不是有人叫你阿弥陀佛啊就会入定，那师父的叫另外一种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人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就尽量做好就好。所以这个仁义礼智信啊，我们尽量做好了以后好像还不够诶，我是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即使禅定啊还不够诶，好像缺少什么东西，缺少那个智慧，缺少那个法。如果这个法不是这个义啊，不是这个道，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就心就平等啊，没有计较啊，没有要求什么人什么东西，我们也不会跟人争吵，也不会诽谤什么人，也不会攻击什么人的，我们都只有赞叹的话而已。因为我们会看到大家都有这个智慧，开或是关已经用得到或是没有用得到，它也是有在里面。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说佛心，天主教说天国，老庄说道。我们如果得到这个以后啊，我们才有这个平安的心的。所以师父留在台湾或是去哪个国家弘法的话，我也会是能贡献这个而已，我只心呢诚心只要贡献大家这个法不可法那个，如果我们一起共享的话，那我们也会得到一样那个平和的心，自在的心，宽容的心，看不到好坏的心。不过我也知道这个也是看国家的福报的，看我们和什么人有因缘的，所以什么人要水也好，没有要水也没关系，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那主要就师父有什么好的东西就应该贡献的，跟你们有钱就贡献钱，有力就出力，没有力没有钱就出欢喜心。我只有这个法，我钱也没了，力也不多了，大家看那个小小那个手就晓得没有多少力了不过我有这个欢喜心，鼓励大家，赞叹大家做善事，赞叹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团体帮助别人，疼爱隔壁，不伤害人家，
这个我都有欢喜心赞叹。然后我就有这个最宝贝的，比我的生命还宝贝那个观音法门，我就要贡献给大家了。也是为了要贡献一点点自己能力的，说这个观音法门是免费送的，就是布施法的本分，当和尚是应该做的，所以大家也不应该感激我，或是有什么任何的那个感谢的心呢、啊？就是我的本分啊！如果大家接受，我就很感谢了，因为让我尽我的责任，意思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没有水到这个道里面了，我们没办法平衡了，不能同一体，不能心连心，所以我们大家都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就挣扎。请问师父，要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证阿罗汉或菩萨呢？如果一个人证到菩萨的果位之后，还会不会再掉下来呢？菩萨有很多果位了，要证阿罗汉的话，那我们可以的，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有修行的那个过程啊。那现在呢，我们修观音法门呢，印心的时候就马上也可以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国位了，然后继续修的话，再是在这个辈子最小可以得罗汉果的，最小的。如果真的认真修行啊，如果你的命不是明天死掉的话，师父保证这辈子最小可证罗汉果也可以知道的，因为这个等级我们可以量的。不过我们证火罗汉国的时候，也不是可以说一二三四我就到这样子了，知道不过不知道呢，因为这个道就不可道。不过并不是说不知道的，嗯，我不简单解释了，应该修观音法门就自己了解，嗯。还有菩萨，我们用这个词啊太随便了，所以大家的混淆。菩萨那个是梵文啊，意思说一位已经开悟的众生，又可以帮忙别人开悟，意思说帮忙度众生的意思，跟度众生的工作有关，所以叫菩萨。他不一定比阿罗汉高的果位，就是他有参加那个度众生的那个工作，这叫菩萨。不过他也应该有开悟的才说菩萨的，因为菩提萨埵，菩提就是开悟的意思，菩提嘛，你们知道吗？意思说开悟有智慧，萨埵就是萨瓦，意思说众生，一个开悟的众生。那开悟的众生最期望就是帮助别人，才说菩提萨埵啊。如果开悟了没有帮忙呢，就说阿罗汉，是这样子。阿罗汉也可以当菩萨，呢？阿罗汉就是阿哈特，呢？梵文叫阿哈特。阿罗汉意思说，他证这个果了以后，到这个程度了，他就不轮回生死，他不再来做人了，除了他自己发愿要回来度众生啊，就是叫阿罗汉。那么菩萨也有的就不回来这个娑婆世界了，超过阿罗汉的等级也有。在阿罗汉的等级下面也有，那个在阿罗汉的等级下面，我们叫他初地菩萨了，意思说初步了，刚刚进来啊，还要帮忙弘法，还要贴海报啊，撕海报啊，或是那个放花这样子，放杯子在这里唱歌这样子，就叫菩萨。哎，好，那么菩萨如果高等一点呢、啊？到八地啊十地，这个是佛教的那个名称啊，让大家知道他是在哪一个程度的，跟我们大学毕业一样啊，一年级两年级三年级。如果我们呢证到那个所谓的不退菩萨，意思说开悟的到这个等级，不退步了，不退心了，不退船了，就不掉下来。
如果还没有到不脆菩萨的等级的话，就会掉哦。请问师父，各大宗教的教主当初所传的教理所印证的体验是不是相通的？宗教的派别很多，但是真理是不是只有一个？是，这个你们都知道了。请问师父，我常听您的徒弟说，他们想念师父就像当年他们想跟另一半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就说跟他当年他的也许是他现在的先生或者是太太的那种想念的程度、谈恋爱的程度是一样的。可是台湾的法师牧师这么多，那么以前的弟子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对他们的师父想念到这种程度呢？有可能以前时间还没有到，应该时间到才知道怎么爱情的。假如说你还没有长大，小的时候你不晓得恋爱是什么，长大是自然会有了。有可能现在台湾的人比较长大，有可能他们喜欢师父嘛，有可能我们有缘啊。请问师父，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证道之后不敢马上出来将这个真理大道传给众生，只想立刻入涅槃，直到梵天出现的时候请求他出来实现心愿传法救度众生，他才提起勇气出来为众生传法？是不是因为他害怕众生难度，没有办法相信真理大道，而反而毁谤呢？是，经典有记载，是这个缘故。请问师父，弟子的母亲是基督徒，一向不喜欢听佛教的歌曲，但是有一天偶然听到录音带中师父唱的佛赞，突然要弟子重复播放给他听，并且说师父唱的炉香赞特别好听，跟平常听到的佛教歌曲不一样。更奇怪的是，自从听了师父唱佛赞之后，不但让弟子每星期天都去看师父，连除夕那一天也可以去看师父，并且可以参加禅期，真是一大改变。师父唱佛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是因为师父唱得太好听，还是师父的歌声中的大慈悲大爱力感动了弟子的母亲呢？是他的母亲呢，又问我跟母亲住那么久，不知道师父又还没有看到他，我哪里知道呢？他喜欢就好了嘛，喜欢就好。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人也是不喜欢佛教、天主教或是什么一贯道、道教，都不喜欢佛教呢，然后就听师父唱那个佛赞呢、就开始喜欢呢。如果唱一首歌啊，大家能那么连在一起的话，我以后会多唱哦。请问师父，我是设计企业的，您说这种工作不算杀生，如果我不换工作可以得到师父的印心吗？可以，可以。请问师父，如果修师父的观音法门，将来往生是否到师父的净土去呢？不一定哦，看看你们这诚心多小，用功多小。不过早晚呢、会到那里啊。假如说这辈子修不多嘛，又拖懒懒的哈、懒拖拖了哈，然后也戒律不清楚，那师父不能保证啊，因为待于灭精嘛。精兔啊，是住都是善良的人的，很干净，身口一清楚，寡位很高，智慧很大。那如果你们都喜欢吃肉喝酒放不下的话，那先住在阿修罗的地方，在那里再训练一会儿，多修行，多听道理，然后都在三西阿罗汉的地方，然后到梵天的地方，然后再跑到师父那边的。请问师父，修行与度众生
是同时完成还是先修行，等了成就之后再出来度众生？看看你怎么度的。假如说度众生有两种嘛，间接度、直接度。假如说现在啊，那个师父去弘法，你们帮忙也是算度众生，以后你们成师父啦，国位很高，力量很大，就可以自己直接去度众生啊，所以都可以了。请问师父，成就圆满的佛是三身圆满，请问师父，报身圆满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报身是肉身的意思，是不是？对，我们多数的人也看不到哎，所以我们看广进老和尚，他好小啊，好瘦啊，好像没什么庄严的相。听说释迦牟尼佛很大很高，庄严不一定。报身圆满就是那个人啊，他决定就没有什么那个，假如说残废的那个骨头里面没有那个严重的病，五官啊，五个器官啊都还没的，而说不盲目啊，不耳聋啊，不哑巴，假如说这样子就是算还没。没有一个真正的师父，他那个样子也跟那个残废的人一样，或是不好看的，最小的他也是相当好看的意思。请问师父，为什么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在青春年华的时候因为车祸而死得面目全非？这是不是因果的关系？我当然是因果的，不过我跟你们讲也不一定啊，这个比较复杂了。有的人是冤死的，不然的话古的时候没有车啊，那没人有车祸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因果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是清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环境的关系，有的时候有怨死。请问师父，要如何修行才能够像师父所说了，饿就吃饭，时间到了就睡觉，有空就工作的境界？习惯因法门。请问师父，最近台北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名字叫中国禅学印心法研究会，创办人是上妙下天法师，他推崇师父您是真正见道的人，每一次师父讲道他都要他的徒弟来听您讲道，他也传印心，不知道妙天法师的印心和师父您的印心是不是一样，但是他不规定吃素。最近的出来的，对，中国禅学印心法研究会，就是最近才成立的一个财团法人。这样子啊，如果他传好啊，那你们跟他学，你们自己判断。请问师父，一个人如果有很多对人对事的感情，或者是对物质的欲望，因为这样而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和痛苦，那么到底这样子该怎么办？要修行啊，要修理自己的内在的那个，这个不是心啊，业障啊，有的时候是业障，是前世的那个神下来的业障，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啊影响，不论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多多少少都有烦恼的，要脱离苦海啊，只有一条路啊。啊，了脱生死啊，跟师父修观音法门，决定就不会再来了。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感谢神心的观众收看今日的智慧之语，拜二请继续收看布施法是上权的功德第三集，再来来请收看艺术加灵性，十点新闻后马上为你播出，就在无上书电视台，愿你有健康快乐的生活，内心时常保持平静。We appreciate your kind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uesday for part 3 of The Highest Merit is to Spread the Dharma. Coming up next is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r life be blessed with abundant health, happiness, and inner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1214.